还是我们炸赌，我们摆兔胚三条。红花、红花、葫芦、铁枝。啊！铁枝，铁枝，铁枝。啊！What the fuck？ 哇，这个你打200手应该遇不到一手这么烂的，真的真的，打200手应该遇不到一手，因为你想一下，你八局多快啊？十分钟，这八局这不十分钟吗？你一小时可以玩50局，两小时100局，对吧？你玩四小时就200局啦，你四小时玩四小时遇得到一手这么烂的吗？遇不到吧？没死！全部都三轮车，同场三家三轮车，哎，我要开冷气了，我好热，看这太，这把我会玩，这把我会玩，饱喽，三家废物，准备送钱，而且我没有仔细看，我只看到前面三个，我还没看屁股，搞不好有一些人是五轮车，哎呦，好能冲，好能冲，再进冲三。过五关，过六关，两张 A 没了哦，没怪物就全得打喽，红了红了红了、，A 没了哎、欸，我看到四张 A 了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了，除了怪物，又是三张 K， 冲我出去吗？爱心两张 ，A 桃四张，这个也蛮猛的、啊。我们拿三张 K， 对方如果没有 AAK， 应该会比较不愿意摆 AA。哎呦喂、欸，又过了哎、欸！你想都别想！疯了吧？又是你，又是冲三秒，又挡我全雷打。你是铁枝铁爽没？看这废物一定有在看的，看台。这个 ID 绝对是看台废物，绝对是我们聊天室里其中一个废物观众。丢脸龙梅，我还在睡觉。昨天赢很爽哦，一幕十几万，我还在睡觉，哇，100万了！妈的，帮你们这群畜生借借毒瘾。爱心四张，干，好像冲不出去。所以你发现啊，这些能够赢到现在的人呢，他们靠的就是一个东西，叫做狗屎运。狗屎运，一旦狗屎运没了，他们就会家破身亡，好吧？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家破人亡，他们就会输得倾家荡产啊！你们看着吧，这些都中端葫芦还被干，你中间是什么？靠背，他中间追葫芦，屁股同花顺 ，KK 头全雷打，我还在睡觉，凶不了，怎么办？有什么其他解法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。这是雷声吗？好啊，我可以随便吵了，起来嗨！雷声这么大，不可能吵到邻居了吧？哎、欸，我戴着耳机都这么大声哎、欸。这是雷吗？这飞弹打过来了吧？哎、欸，这是飞弹打过来吗 ？Q 飞头怎么 Q 飞头？去靠飞哦，怎么 Q 飞头啊？还可以倒他们就十张而已，怎么 Q 背头 ？Q 你老母！干，哎、欸，又在闪了，干，等一下要拱了，压力好大啊，压力好大，会不会劈进来啊？于是，你已经死了、哦。这戏正在哭，我没有骗你，这能打谁啊？这要打谁？铁枝。啊！又五枚，他是不是作弊啊？他五枚的几率怎么这么高啊？你是输家，哭着找妈妈。快回来，快回来啊！人家喷22万，谁啊？现炸柳丁，现在是谁在被干啊？哇！看一下能不能帮对家破个记录。帮他破个记录，看能不能八局输30注，看能不能输个30万，爽一下爽一下。有，球棒拿起来了，应该过了应该过了。中间兔飞童啊超大，没怪物没怪物没怪物，再加。铁枝，
三把全垒打牌都被对面的怪物挡掉哎、欸！你们这么衰啊？那松尾到底在干嘛？我快死了！他已经在我家楼下了，还要拐去另一个停靠点。看他到底接几单？他车上是不是载满了所有人的外？还不用土花顺闪采集五虎将，今天是鬼吧？不用土花顺闪，闪够大的。不专照丁特怎么一下五枚，一下采集五虎将？你是在靠背哦？不是，官方可不可以查一下这个人啊？好大的闪电啊！是不是因为我住高楼啊？然后加上对面没有遮，就对面没有我的动距是无限的。对，他妈闪电看起来有够大的。哎，该不会还可以打到人吧？你有这么烂吗？啊，没事，抱歉，我最烂。铁子，两条铁子被我压，专炸丁特，冲山还减山。算上丁特都已经冲山了，结果还减山。你真是个小丑！这雷到底在大声什么、啊？这样我也可以更大声哦。这是在给我开绿灯的意思吗？不是，你们麦克风我掉雷声。这种雷算还好了，我之前在高雄大冈山受训，我是整晚没办法睡觉。这么恐怖！冈山山上的，哎，全垒打吗？全垒打，送啊！这都能哦 ，KK 十都能全垒打，好烂！两家乌龙还中蹲葫芦，想要强力跑，哎，四家中蹲葫芦，哎，我已抵达。这东西已经没有任何温度了，它完全就冷的，上面只有冷冷的冰雨，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。他在干什么？好冰哦，这个雨，为什么我在室内这么热，这雨这么冰啊？还是因为我心寒了？哎呀，操！168没了，食物也凉了，你妈的臭鱼！唉，冷掉的咸酥鸡，狗都不吃。来了啊、哦！来，口罩。慢慢讲，三个都在思考中。一个想好了，准备要付钱了。我棒子已经举起来了，人民的球棒，高高的举起了。乌龙。下面一位，对，红花葫芦，铁枝，公位啊！这，我觉得我们平常心，得失心不要太重。这个会轰就是会轰，全垒打也没什么嘛。这个不过是赌游戏币而已，对不对？打打游戏币。多赢一点，赢个几万，那又如何？全垒打又如何？全垒打哪身外之物？不需要太过。干！哎！为什么每次都是对面在打啊？竖起两只大拇指。开始喽！啊，都快怪物了。过八关了，你还要搞？看要出资了，开始喽！看被倒射了七万，这副牌怎么赢五万？还是我们炸赌？我们摆兔胚三条。红花，葫芦，铁枝，啊！铁枝，啊！现在是谁在被我操啊？看拿 TG，
还第一个出，我拿第一第一个出单三小啊！别玩了，真的别玩了。谢谢你帮我戒毒，谢谢。